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哎，可能要给大家道个歉，因为大家即将踏入学校，所以这期视频后，奔奔就要转行做生意了。我准备去当医生，主要负责给病人做人耳无用副组织切除手术。说人话。哦，给人套耳屎啊。嘿嘿，这歪城的房租低，人流量也不错，暂且就先把店开在这里吧。喂，老板去哪了？在哪在哪。这位顾客，您是想采耳吗？我今天耳朵堵得慌，来帮我掏一下。好嘞，要不就拿 AK 来给你掏吧，保证给您弄得舒舒服服的。哎哥，这位置有点背光，你把那个头稍稍扬起来一点。我的妈，这耳朵都塞满了。哥，我能退钱给你吗？我去，好恶心啊。我的天，这味道好臭啊。让我先去机港吐一会儿吧。耶，这情况刚打完架啊。嘿嘿，坐收渔翁之利，我来了。来来来，老板，刚刚那把 AK 手感不好，这次呀咱换把进口的 AW 吗？不锈钢发光，可是挖耳勺。哎呦我的妈。嘿嘿，老有感觉啦。最重要的是啊，它除味儿。哥，感觉咋样？啊，舒服。以后玩玩吃鸡再也不是小龙虾了。那就付钱吧，本次消费999元，前台结账。我晕。嘿嘿，记得下次再来哟。直觉告诉我，这边房区有 LYB。 哦，莱斯掐机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，喜欢视频的小伙伴记得来照顾奔奔的采耳店生意哦。